大家好，今天6月4号，那昨天，美股呢，发生了一件很离奇的事，就是呢，波夏克的股票，跌快，近100%，我想，大家很清楚啦，波夏克，这家公司呢是，巴菲特，创立的，所以，这样的跌的话，那大家都吓死了，那结果是纽约所的机器故障，那当然在今天整个台股来讲，其实今天也是蛮弱势的啊，昨天大涨之后，那今天呢，那我想在盘中曾经也跌了227点，这个尾盘收180点来讲，那这也是算大跌的走势，但是台股。它比道琼更强，因为台股跟费城一样，它是在守月线。那在整个呢道琼的部分，当然是跌破半年线之后呢拉上来，那昨天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虚惊一场，那尾盘呢再收回来。那今天我要跟各位所讲的当然不是说在今天大盘跌180点。那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的，在控制的一个范围。我想你看节目呢都很清楚。最近我跟各位讲，大盘是谁的指数？当然是台积电嘛。那台积电昨天大涨，那今天跌8块。啊，所以台积电我讲过了，它跌的话，那大盘呢很难涨。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在个股。那才是我们的个股啊！个股呢，你做对了，你还是一样能够一路大赚嘛！我想等一下会跟各位来讲，大船逆杠了哈。那大船逆杠，这个大家都清楚。我每天在节目上跟各位讲，那南港呢，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当然在整个大盘来讲的话，还是很重要。因为我已经讲过，其实。大盘呢，它跟着台积电以外，那美股也是非常重要。你莫讲美国盘这你拢无去甲注意买也无紧啊。你讲迄美国的甲咱无关的话，你讲是嘛吼？咱绑得很紧那道琼跌的话，我们的指数这个地方也很难逃很难逃下跌的命运那当然在道琼。年底还有总统的选举啦，但是现在最重要说美股会不会崩盘，这是咱今嘛最关心的。但是在总统之前之前的话，那这个地方要死撑活撑也要把它撑过去嘛，所以这里各位要去注意说，因为美股关系的就在咱讲吼拍戏拖平啦吼，你看美。那美国联准会一下子鹰派，一下鸽派，对不？所以会不会降息？要降几次？那是未来影响，影响了整个台股也是很重要的关键。那台股现在目前，来到一个指数的高点嘛，接近22000点拉回来，我想这个地方是高档，各位应该不会否认啦。但是说现在即使到今天跌回来，那整个大盘它还在21356嘛，而且还个连21000啊，你讲2100021000点以上，你讲要个再去突破22000，请问各位你要用什么涨？你要用什么涨嘛？所以最重要的，你要去想到说现在，有什么利多？或是理财题材呢，能够让这个大盘涨，我昨天也讲过了我昨天讲过了说，美股跟台积电当然影响大盘这个走势非常重要那台北电脑展，那这个礼拜开始，咱华人先讲话嘛咱一挂股票，我足强啊，今仔日就软去啊，这个是安尼嘛，大家就嘛，大家就嘛，你点名，大家就嘛，你像立台嘛是黄仁勋的迄个
合作厂商嘛，对吧？啊，今日开关关，我要涨停板，你看，要把它讲安尼，大家那么就，所以股票不能追就这样啊。我就在提醒我，而且我在 Light 提醒，啊，股票急涨真的不能追，但是急杀那你也不要去杀啊，尤其说这题材性看好的个股啊，你更要勇敢，啊，勇敢的在急杀的时候来买，啊，所以台北电脑展来讲的话，我讲过了，你要去注意的是说，在这些大厂，吼，你看 Intel 啊，这大咖都来啊。超伟啊，美超伟，哦，啊，你看对不？啊，你看辉达这大海能来啊，哦，啊，你起码爱听人讲，听这大海讲哦，啊，起码是什么新的产品，哦，或是说有一些，人讲迄多门国企啊，或者讲新的技术也好，哦，那最重要是规格，有没有办法定下来？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哦，那我是认为啦，台股啦，哦，当然在台北电脑展这个大咖公维东元有一些股票它会反应，哦，但是说在反应过热之下，当然很容易拉回嘛，哦，所以你现在要去做什么股票，哦，然后进可攻退可守，所以这很重要的啊，不是说啊。人讲啥啊？你得对咧行啊！你那这羊群效应嘛，哦，难怪说哦，你跟人家一起冲锋陷阵，哪一次没有阵亡？哦，哪一次没有阵亡？哦，所以呢，老师不跟你讲，你讲其实如果我们从整个哦台湾的景气来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是黄红灯嘛，这是没问题啦，哦。啊，所以台股当然短线上这里涨很多，拉回来，而且都是急跌式的，哦，这个就是在宣泄嘛，哦，在宣泄的，讲短线的筹码，你就是爱安尼靠发动，它宣泄完了之后，那以后呢，这个机会哦才会更大嘛。所以短线上大盘，你只要去盯着台积电，哦，你看台积电涨起，你啊，大概拢有台积电，啊。啊，你炒完这台积电啊，在这个所在上也可以有啦，对不？哦，台积电那是用来观察哦。啊，你讲鸿海老师有做啊，做波段哦。啊，你讲鸿准今天又等了，买对大盘又等来啦哦。但是它的题材还在啊，题材还在啊。我想啊，做股票就是说这个地方你要啊怎么做，往哪里去，那才是最重要嘛。哦，所以短线我昨天就跟各位讲啊，大盘这个所在很难再去创高嘛，短期间嘛，哦，所以伊这就是讲，哎，慢慢震荡的，讲有时啊起，有时啊落，还是讲大幅震荡的，讲大热了，搁大扭起来安尼，哦，啊，让伊伫这个所在遐小，哦，大盘伫遐小，哦，啊，让伊，哦，该调整的调整嘛，好，哎，指标该落底落底嘛，乖离该修正的修正，哦。但是在个股上不一样哦，我在前天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了，讲为什么我三月八号要跟您讲 IP 的股票，哦，这个说他爱买，对不？细光子三月八号爱买，我是要跟您讲，对不对？哦，那在五月份哦才开始的时候，我讲重电股不能追了嘛，重电股不能追了，有没有？啊，你看到华晨市电有没有大跌？那我在昨天甚至在前天提醒你什么？散热器都没调整，散热器呢在这一波像奇宏这个都没有调整，哦，你真的不能追。你看今天去，哦，散热广运嘛是拍到跌停板，哦，你讲外强伊嘛是爱等下经历啦，哦，所以呢，经历了你讲看他怎么整理嘛，强势整理或是弱势整理嘛，哦，那到时候。那这些股票它整理的状况啊怎么样，我们再来做嘛，哦，所以呢你在这里哦，你要哦去认真的去看待说这次大盘的回档啊，哦，因为这盖一点比丁子盖哦它的回档哦可能会让你比较辛苦一点，你熬得过熬不过这个很重要哦，哦，熬得过跟熬不过非常的重要的，说这个所在你要怎么做哦，因为老师跟讲过了嘛，你甲看啊，在五月中过一点点的时候，我甲您讲
大盘的修正乖离，那我是不是跟你讲吼，一些涨幅大的加迄个前指股，哦，你一定爱先出一挂啦。迄阵讲了呢，你看台积电，哦，台积电嘛是落来啊，鸿海嘛是落来，对不？哦，所以咱做股票的讲，绝对不能说用自己的方法在做，哦啊，所以你只要记得大盘是台积电的大盘，但是问题来了，个股是我们的个股啊。那我们在做我们的个股的时候要怎么做嘛？所以你现在的操作就是说，把短线短幅，你现在还有获利的，那恭喜你，你先把它出嘛。出了，说真的，你们讲跌了惊死，放去惊飞啊！你想散热这些股票该经历的可以经历嘛？啊你讲老师阿伯三热的，是阿伯三热，唔只甲恁讲。啊！你即马大了，我甲你讲要创啥？你看最近我甲你讲 IP 卖台啊！你看最近 IP 啊，像智研创意这拢咧翻单，对不？哦，爱普今仔嘛起来啊！哦，所以有时候你讲啊，咱会当抬甲袂当抬，咱这所在哦，你讲啊，跌深这么深了，你再去杀它没有意义嘛？对不？哦啊，你不见得要去买它哦，但是呢，你不要杀它，又不要去追空它哦，这很重要哦，所以呢，我跟各位讲的今天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你现在短线上的操作，就是把涨幅大的，你要把它卖一下，把资金转来哪里？转到呢？这个地方基期比较低的，你讲基期比较低的个股，那其实跟你讲基期低的在传产做只要你袂认同啦，你看发财哥今仔又买，都买三支停板啦。发财哥伫Light来底，你老来，大家嘛知影倒一支啊，都跟大咖的题材啊，对不？都跟千亿的题材伫遮啊，咱政府打房啊，报纸讲要去打房啊，但是都跟个打房有啥物关系嘛？所以这个股票今仔发财哥继续起啦，但是我跟各位讲说，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买基期低的或是说整理一大段的波段股。所以波段股很重要的是说，这个地方才能够呢，能够进可退，进可攻啊，退可守。你看，世界明珠对不？世界明珠，这不是讲我今天跟你讲的南港对不？大船立港南港对不？六月115亿入账对不？那你115亿入账 ，EPS 会不会大幅跳升？绝对跳升，我至少还够四五块嘛，因为伊的股本83亿外嘛，对不？啊，伊的本业来讲，伊今年哦，基金哦，从年初到现在，其实的获利还不错啦，各级的业外这 EPS 就来吞了个大补丸啊，对不？所以的这个股票，咱能给你设定遮久啊，咱破断持股。这个那很多人在问嘛，会问就是肯定嘛，而且呢，我都跟他说不要放弃，锁在保险箱嘛，那我想不离不弃这才是最重要啊。今天股价在创波段新高那这一档是我们会员重压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满足啦，只是开始给自己一次真正给自己一次真正在股市的尊严所以呢，老师在帮你们给自己一次满足翻身的机会一次翻身的机会年底这我能跟 Light 来底咱大家能约好了嘛，对不？咱什么时阵要来相见欢嘛，所以咱做股票下就是讲嘛是要一个希望大家这个所在要有信心嘛大家能赚钱，那一起来嘛我跟各位讲，我的破断股像鸿海，我嘛是有进有出啊系统这我拢有进有出，但是单单南港这个股票，我讲这个，我到今麦我的会员无卖啊半张，而且拉回来我拢搁加嘛咱就是讲家己有一个机会嘛，咱就讲真正人伊就是有这个未实现的利益底下，互咱看会到只讲恁要相信甲唔相信嘛你看外资前天买了10000多张，一进前南港起来甲讲甲讲讲甲恁当作讲这个股票。要拆开嘛无啊？外资有啥物要讲了？伊说叫要加，家己要加买挂嘛？这有够干嘞，你知影无？这外资你茫讲伊是慈善家呢，你甲你讲外资这是真正的大恶呢这里是这个所在讲真嘞，因是要伫恁的身上
去拔毛呢，你知道意思无？哦，所以呢，这个咱就是讲用有限的筹码去打无限的筹码的是讲啊，咱的这个所在哦，爱夹缝里面呢哦去求生嘛。啊，老师的这所在你甲恁哦做这件代志哦，我想各位看到说2101的南港有无？伊是安尼叫的创破断新高啊！啊，咱安尼做起来，你甲看大盘等来调整呢，大盘今。已经回来调整了，你看南港那安尼做起来，啊加做起来了，落来我个加码创新高啊，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代表说我的会员跟我压这一档南港的，哦，说真的，哦，都赚钱，哦，真的都在赚钱，哦，不是讲老师，哦，这个说来咱火车会较分比较无呢，对不？哦，咱跟你讲足侪股票嘛，哦，啊，我嘛跟你讲，你要哦，认同老师来讲。你唔忙去做当冲，你彭金龙主委人，我讲的伊讲真话嘛，伊讲当冲赔了比赚的多嘛，哦，因为当冲家的人哦，包办九成的亏损嘛，啊，所以咱就是爱做安怎做，就讲一个股票真正若好个，就像咱讲安尼，咱哦，咱把家讲吼，哦，这个所在，哦，安咱就甲经营嘛，啊，经营到月底，哦，年底还有赚偌济，哦，啊，咱较来庆祝嘛，对不？啊，明年啊，佫有机会，啊，恁就佫继续做嘛，哦，所以有时候做股票就是安尼啊，对不？啊，所以你看我做这个股票，你看系统鸿海，这我拢有咧来回做嘛，哦，鸿海系统嘛，啊，这个鸿海我无做鸿准今仔互拍来，我嘛袂惊，对不？啊，机器人的题材嘛，啊，无对于讲哦，黄仁勋讲的拢假话啊，伊黑白讲的啊，这无可能嘛。对不？这不可能啊！如果好，那打下来不是哦，又买更便宜吗？对不？你想讲哦，这台积电跟辉达一共同开发技术，这个上权，你看哦，啊，你嘛是能够能赚七成嘛？哦，所以呢，你说做股票哦，这个地方哦，你说 AI 股哦，虽然老师看好，你嘛未使讲这个所在一厘足啊，对不？哦，你像南港安尼一支哦。好好甲做，你看，这是毋甲恁讲，5月16甲恁讲的啊，乖离率啊，超过警戒区啊，降档操作，恁拢听袂落嘛，对无？我甲恁讲，电子股一寡股票，恁爱注意嘛。为虾米投资人会赔钱？看错行情被行情逼死，看对行情被自己吓死。有时候呢，恁着看到啊，买到啊，开始拢抱袂掉啊，到尾啊，你啊看，哦，人赚一堆啊，恁拢无赚着来。哦，啊，我昨昏甲恁讲啥？哦，来，咱来看，哦，以我昨昏有甲恁讲爱避开的股票伫倒吼，哎呦，啊，今日来找无？哎，哦，看一下哈，哎，我昨天跟你们讲的没有关系啦，哦，因为就跟各位讲说，我来，就算散热器嘛，散热器要避开嘛，哦，啊，广运跌停嘛。哦啊，旗宏，我嘛甲你讲，咱掠一支旗宏来做比例嘛，对无？你看旗宏，你看我讲了伊有落来无？哦啊，我甲你讲啊，这支是这不良的啊，你莫讲啊散热器哦，即马拢扭来，搁起扭来，搁起，我甲你讲，啊这来扭来叫破月线的落来嘛，啊恁这所在恁也毋知影个卖，哦啊恁着搁单了钱啊嘛，哦啊正经爱做个股票。我甲恁讲过啊，一直甲恁讲的吼，啊老师甲恁讲的这南港吼，逐工甲恁讲，恁无一定赚着钱，为虾米？哦，因为你小撮济啊，对无？啊，你讲个川散啊，遐毋是电柱啊，哦啊，所以就像万海安尼共款，对无？啊，逐个拢啊，甲货柜三雄掠起来拍，啊，老师你看我嘛是挺万海，啊，尾后咱赚着遮济钱啊，哦，所以呢，哦，南港这两个股。好、哦、那六月份呢 ,115 亿要入账了、哦、完工入账。那明年还有800亿、哦、所以这 EPS 的跳升就是讲老师、哦、这说的话是讲我跟你婆婆你他、哦、六月份他45块啦、哦、啊 ,800 亿来讲、哦、差不多顶40几块、哦。我因为我没办法给你一个肯定、哦、肯定的一个EPS 到底有多少。但是老师我只是跟你讲说为什么我一直在看好南港。因为有未实现的利益、哦、因为你看到讲进前，迄永信建，我咪来讲的啊、
啊，利多都已经实现了嘛，啊，利多实现，股价已经反映，咱就卖去，哦，卖去目啊，你卖去种股票，讲真的，哦，迄袂让你大赚嘛，哦，所以这个地方我希望说，哦，大家共襄盛举，哦，以肉粽最高了嘛，哦，啊，若讲到肉粽，就想到妈妈，吼，哦，因为阮南部人吼，阮咧肉粽是用煮的，真好食，啊，我常常吼甲台北的朋友讲，阮南部粽吼，哦，足好食，但是因台北人讲用炊较好食，哦，那当然这个口味吼，口味是每个人哦不一样啦，哦，但是哦台北粽也好，吼南部粽也好，我感觉拢有特色呢，我有时啊去食到迄台北粽嘛，有够好食呢，哦。啊，说真的是说，哦，咱南部人，咱也咧过年过节，哦啊，新年就是过嘛，哦啊，五一节就是粽嘛，哦啊，所以说，哦，在这里，哦，夏天大家想到的是，粽子了哈，哦。那当然，啊，这个亮老师这么久，哦，我们有推，哦，推特惠过，哦，那我也希望说，啊，这个地方你们真的，啊，真的在股市里面，啊，真的赚不到钱，或是说。你这个地方想要帮自己找回一点尊严老师真的能够帮到你所以你在6月10号前加入老师的行列那这三个月只要28800块有够俗的我较早齁说真的我没有这么便宜过呢我较早还会费都是很高的我想有参加过的会员都很清楚那我是认为呢一个会做的老师这里真的是值回票价说真的你看一档难港到现在如果说你敢跟我下来压的你看你压个100张200张300张说今天这中国北北啊一千张都做啊我想这个就是跟我大会员去压红海一样那只能一百张两百张的压所以这攻击这南山呢只是攻这个所在那你认同洪一军或是说你要给自己找一个尊严那我只是让各位能够三个月呢28800呢跟进来所以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好明天又是一条好汉那我也希望在整个大盘整理的阶段呢个股的一个选择呢非常重要洪老师愿意帮助你明天洪一军再会我现在人在善导寺，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哎，同学，你现在耳机里听什么歌啊？我在听这个。哦，订阅理财周刊频道，我也很喜欢这个哎，太有 sense 了吧？拜拜。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好，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